这个因果是相对的，相对的是双方，如果一方失去了，那一方能力就没有了，这叫圆回，所有一切法无不如是，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。应用在自己修学功夫上，我常常劝勉同学，化解冤对。这个化解冤对呀，换一句话说，消除业障。我们都自己知道自己业障很重啊，怎么消除呢？无量界来生生世世跟多少众生结了冤仇，有意无意没有学佛之前不知道这些事情啊，哪里知道什么因果报应啊，饮食一道，你吃不吃众生肉？你吃众生肉，这些众生是不是甘心情愿被你吃的？他要是不甘心不情愿，你吃他的肉就跟他结了冤仇。这种冤仇累积起来愈积愈深，总有一天要爆发的。这就是因有感果之用啊。这是大问题啊。所以觉悟之后啊，要真正忏悔啊。真正忏悔，永远不再吃众生肉了。绝对有好处啊！那么我又常讲，从自己内心里面放下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无，无就是一切众生啊，对立的这个念头要放下，不能跟任何人对立，不能跟一切众生对立啊！对立无始界以来这个冤结解不开，结不能从对方啊，对方没法子解，从我这一边缘会嘛，两方面的，我这一方解除了，他这一方力量就没有了所以又互相代故无力了，他相对的，我这边没有了，他那边力量就没有了所以先从自己这边呢来做啊，跟一切众生矛盾的念头要化解，冲突要化解，自己本身这里没有了，对立没有了，误会没有了，冲突没有了，这个是自己修行的功夫啊！外面对方他对我有对立、有误会、有冲突，不要紧，
与我有没有影响呢？一丝毫的影响都没有。啊，那他对我伤害呢？他伤害我不接受了，我明白了。啊，他诽谤我，他侮辱我，甚至于他伤害我，我知道。这是应当的。啊，我这边虽然化解了，他那边并没有化解，我接受，接受就化解了。啊，就是说，你对我的诽谤也好，侮辱也好，伤害也好，我没有嗔恚心，我没有报复的念头，我还很喜欢。喜欢什么呢？账小了。过去我这样对你嘛，现在你这么对我的时候，应该。哎，账结掉了，来生来世见面的好朋友了，冤业彻底化解了。哦哟，这个很难做到，没错，觉悟的人才做到。你为什么很难？你没觉悟，你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你要是不化解，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你说这个多痛苦啊！觉悟的人，这些痛苦我在这一生当中统统受了。啊，纵然他把我害死了，我没有怨恨，我没有报复，我的灵性上升了。啊，那我对他呢，感谢啊，业障消了啊，人就要往上提升了。啊，最低的升天了。无欲的念头没有断，欲界天。无欲的念头非常淡薄，生色界天。贪嗔痴慢疑等净了，超越六道啊，生四圣法界啊，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呢，你就生到诸佛报土里面去了，到一真法界去了啊，一真法界叫十报土。这个时候就是对于把我害死的人，你是不是很感激他？感激。为什么呢？他帮助我早一天生十宝庄严土，他要不把我害死的时候，我还要等几年才能到十宝土啊，现在把我往生十宝土提前了。啊，就像这个佛经里面所讲的啊，割离王割戒身体啊，人入仙人提前生十宝土成佛了。这释迦牟尼佛自己给我们讲的，本来他成佛的顺序啊，是第五尊的衔接，第五尊的啊，弥勒是衔接第四尊，结果释迦佛超前了啊，在弥勒之前成佛了啊，这是割离王帮助的，叫逆增上缘啊。所以菩萨感恩，在受害的时候曾经说了，
将来我成佛，第一个来度你，报恩的。啊，那么那个格里娃真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弟子当中的乔成儒尊者。落叶云度无比丘，他第一个开悟的，第一个证阿罗汉果的。菩萨说话算话。